欢迎收看 Free Fire 新闻台，我是主播白冰冰箱子。这个系列将会针对 Free Fire 中大大小小的事物对路人进行采访。如果对这个系列有兴趣的小伙伴，也欢迎订阅、按赞支持我们哦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今天的采访吧 ，Let's go。第一个问题，玩家玩这个游戏多久了？想请问一下，你玩这个游戏玩多久了？4年了，哇，那所以是从2018这个游戏2017年初，所以你是游戏刚开始一年的时候就开始玩了吗？对，错。那可以问一下，你玩这个游戏都玩了多久了吗？就玩了几年了？大概有2年。哦，2年哦，哇，2年也算蛮久的，酷哦。倒车入库，再来是第二个问题，最喜欢哪个实况组？你最喜欢 Free Fire 的哪个实况组？也可以不用说我以外的实况组，火星跟阿伦。火星跟阿伦，好，对，可以问一下，就是喜欢他们的原因是人格特质还是长得帅？火星是因为他的技术强，就看他影片学习啊。阿伦就是因为很搞笑啊。OK， 对，阿伦的确是蛮搞笑的。哎，那我可以问一下，你有没有看以乐？对，因为你说到技术强，那这样以乐技术其实也蛮不错的。你对以乐有什么看法？是为什么要那么强呢？那问一下，你最喜欢 Free Fire 的哪个实况组？对，除了我以外的，阿伦还有拿铁。阿伦跟拿铁，好，那可以问一下喜欢阿伦的原因吗？因为阿伦很强。啊，阿伦很强。啊，确实。那拿铁的部分呢？拿铁都会拍一些要更新前会拍一些东西呀、啊。那个情报攻略情报，感谢你哇！我也蛮喜欢看拿铁拍那一些更新的东西，还蛮不错的，就是可以提前知道一些资讯嘛。那问一下，你最喜欢的 Free Fire 实况组是谁？那除了我以外的，有米饭。OK， 那喜欢他们的原因，可以问一下吗？可以啊，那个就是因为他们都觉得让我觉得很厉害哦。那他们的影片比较 focus 在比较注重在关于技术的方面，所以你觉得看他的影片可以让你自己成长？对啊，可以。哇，那真的是选择对自己有帮助的实况组，真的是蛮好的一件事哦。第三个问题，为什么想持续玩那个游戏？你持续游玩这个游戏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你为什么还继续玩这个游戏？好，就是朋友在，我看朋友在玩，我也想，我也就下载了。好，所以是因为朋友有玩，所以就一起玩。那如果你今天朋友退游，你还玩得下去吗？应该还玩得下去的。OK。那可以问一下你持续玩这个游戏的原因吗？因为我看过很多实况组玩，让我觉得很有趣。哦，是因为实况组。哎，想请问一下，因为我刚才有问到一些人，他们是说因为有朋友玩，对，有朋友玩，所以他们才会一直玩这个游戏。那请问您玩这个游戏是希望是有交得到朋友的吗？对啊，因为我的朋友也有在玩。好，那了解。那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爱的实况组没玩了，你的朋友也都没玩这个游戏了，那你还会继续玩吗？会啊，找更多的新朋友。哇，太强大了！我决定赐予你名号“真相游玩者”。是你持续玩这个游戏的原因？是什么原因支持你继续玩下去？因为可以交朋友，又能跟好朋友一起玩。好，哇，挺不错的。那可以问一下，如果假如你身边的朋友都退出了，都退游了，那你还会想继续玩这个游戏吗？会啊，因为我还可以继续找朋友啊。又是你，正向游玩。最后一个问题，遇到外挂的次数以及想对官方说的话。那想问你一下，遇到外挂的次数，就是这些年遇到外挂的次数，或者是最近？哦，最近啊，就在前几个礼拜，巅峰第一名带着外挂刷。哇，那对于这个部分，你对官方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就把巅峰第一名的那个分数用掉啊，就跟之前一样用回青铜，但是他要自己再打回去啊。Nice。那想请问你一下，就是你遇到外挂的次数会很多吗？在这你游玩的这半年内？
我都没有遇到外挂。这太厉害了！我决定赐予你名号外挂隐形机。那可以请问一下，你遇到外挂的次数会很多吗？在这一年之中，大约有3到5次。哇，3到5次，那其实也算是一个，蛮不少的，对啊，算是蛮多次的。那你对于外挂处理外挂这一方面有什么想要对官方说的吗 ？Free Fire 官方说的吗？就希望能把外挂这种事情减少一些。幕后花絮。我们是 Free Fire 新闻台，请问怎么称呼您？叫烤鸭。烤鸭，哇，听起来还不错，哇，烤鸭听起来蛮好吃的。我们附近新竹有那个卖烤鸡、烤鸭。OK， 各位，我们今天采访非常多的路人，得到非常多关于 Free Fire 的资讯哦。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，欢迎帮我们按赞、订阅支持啊！感谢各位，那我是主播白明明箱子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